先生，先生怎么也来此了？那你呢？为何独自来此？李已经关了，留在燕中也不过是喧闹，不如来此躲躲清静。先生也是吗？坐。 先生饮酒了，怎么，做你的先生就不能饮酒了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先生平日端方又笃心道学，学生还以为您持戒不饮酒呢。那你是看错我了，我从来不是什么端方正直之人。你那日的伤怎么样了？托先生的福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那便好。 薛家的事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先生，学生不想再与薛家斗下去了。为何？先生从前不是总教诲我，不要逞强，不要搅入朝局，可我总是做不到，给先生添了许多麻烦。如今薛生已然想明白了，也愿做到，事已就算来日离京。 先生也该对我放心了。